哇，这是直接联名哎，太帅了吧！没做过这么酷的。我之前做过 Hello Kitty 之类的，没有看过宝可梦。嗯？哎，不错哦。这里哦，不错哎。我跟他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了。我们遇到一只嘛。看怎么样对角，不是很好。今天有皮卡丘吗？哦，我的有哎。真的、哦？对的。哎，要不看一下？可恶，他为什么没给我们机票？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你们是线上办理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其实还是可以要啦。哎呀，我就是那个托运行李的时候，就跟他要了一下这样。不晓得。也，我们也是拿了才知道，是哈、哦，对啊，蛮惊喜的。回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。雾雾的哈、这次的出关速度很快，30分钟就结束了。6点25分接驳巴士从机场出发，比表定还早了25分钟。由于这次是在疫情之后久违的重新开放，香川县那边赠送了我们一些机票上的优惠，当中包含了来往高松机场的接驳巴士乘车券、立林公园的免费入场券、来回小豆岛的船票。我们现在要前往高松竹港站附近，大概可以省下1000日币的交通费吧。最后在车站前一站的冰库町下车，这时候大概是7点10分，真的比表上早了快30分钟。对了，关于优惠券的使用方式，平常巴士是下车时付费，那个时候出示优惠券就行了。总之我们先去饭店放行李吧。这次入住的是车站附近的 Alpha Bed Inn， 距离车站约5分钟，交通蛮方便的。接下来3天晚上就要在这打扰一下啊。这次订的是4人房，不过是上下铺的4人房，空间算是相当狭窄，3个人分起来一人一晚上约4000日币左右。整理好之后出来看看1楼的共享厨房，看起来挺干净的，感觉不错用。它甚至有提供电子锅、烤面包机，设备算是蛮充足的。接着看另一侧，它加热是使用电磁炉的样子。看完饭店设施后，准备去吃晚餐。11点到了。等下开到午夜，好扯哦。他是今天开到十，你也先吃一碗宵夜，再一碗。没有宵夜，这个12点前就要睡了，怎么会有宵夜？真的还是会习惯性的以为他们要开到车道右边。这个你要很注意哦，真的超级不习惯。你真的要转对边哦，那个没有的话就糟糕了，没有的话真的会完蛋，会出事。你要开始催眠自己，他只是准备赶到乡下的位置。对啊，哦，不用让车啦，
这里不是台湾，这里不是台湾。来香川的第一餐选的是天下一品，当时我还没了解香川的乌龙面到底有多好吃，所以先选择了拉面。点的天地饭先上桌了，虽然说是中华料理，不过它是日本独创的食物，这次是第一次吃，不晓得味道如何。外观看起来很像浇上勾芡汤汁的蛋包饭，主餐的浓厚豚骨拉面这次也到了。首先先来喝汤，浓度相当浓郁，咸度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可能还比较咸，面跟汤还蛮搭的，不过有点被烫到。吃完面后继续来吃天津饭，我个人蛮喜欢的，尤其是外面的汤汁。谢谢招待，以后再来日本可能会为了吃天津饭而回访。我大概吃了15分钟，超快，它的汤温很高耶。会吗？还好吧，还是不是汤温啦，面面还好吧，还好吧，我觉得刚刚好。我被烫到好几次，真的吗？是吗？对啊，还是你是被天津饭烫到？没有，天津饭还好，好像除了拉面之外的东西都蛮温的。没有，拉面也蛮温的。拉面我觉得刚好，就是端上来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。对啊，也不会太冷，也不会太热。应该说，相较台湾平常吃的，我觉得要烫一点。我记得那个烫的要死，我去那烫的。哎呦，开！哎，德岛拉面，再吃一碗啦！明天再，明后天再说。你不是在台湾先吃的吗？啊，有一个人，那是鸡肉版的，原版的我还没吃过。他那个是什么？就高松竹港站那个晴店的，就是我们刚才本来会搭过来的地方，我们提前站家。哦，对啊。刚刚我们提到的高松竹港站前，其实是鱼鱼以其中一张卡图的背景。题外话 ，JR 高松站内还有另外一个取景点。来到的是刚刚下车的冰库丁商店街，前面就是大满开这张七画所出现的场景。剧中其实只闪过丽卡，算是比较小的圣地，是接近片尾时，瓦卡巴在为最终站旁白时所闪过的画面。直走约3分钟，来到一个大广场。这是高松市丸龟町商店街中心的中央圆顶广场，是大满开之章12画当中天罚派在演说的地方。早期这里的广场并没有这么大，约莫在2006年完成了改建，扩建成原本约4倍的大小，用 GoPro 的超广角拍起来效果非常好，不仅能一览广场的景观，地面的变形与天空的弧形也能相互契合。南向的背面只有灯饰，我不禁拿起立牌开始拍起合照。通过广场北侧则有三月百货可以逛街，不过时间已晚，当时百货已经关店。以上就是高松车站附近的圣地。接着我们开始沿着商店街往南散步，右手边的是哈纳玛露乌冬，在日本也是相当有名的连锁乌龙面店。由于它是高松起家的店家，相对较受香川人的喜爱，而丸龟制面虽然用了丸龟的名号，但却是兵库县出身，导致县名排斥，在香川县内目前仅剩一间分店。高松市与其他地方都市一样，随着都市扩张，市中心逐渐有空洞化的危机发生，而对策便是结合民间的力量改造商店街。可以看到商店街的雨棚与日本的标准款式不同，相当的有设计感，高达32米，是目前日本最高的商店街雨棚。根据再开发的计划，两侧细长的建筑整合成了一栋较大的建筑，解决以往地权复杂的问题。现在的建筑底层作为商场出租，而上层则设置公寓提供住宿，而这成功的将市民的生活圈拉回市中心内。最先改造完成的就是刚刚广场所在的 A 街区，现在这里有书店、餐厅、各种商店，生活机能充足，确实是能吸引人入住的地方。继续沿着商店街往南走，来到居街区的大广场，而香川县唯一的安利美特就在这里的3楼。我们绕去外面，发现了一间小神社。逛街之后，在这里稍作休息，相对安静，可以稍微远离商店街的喧嚣。时间也将近11点了，
准备回饭店休息吧。由于时间刚好赶上，回饭店前顺路去 Lawson 购买了绘制的色纸，发现刚好有 Onimai 的，也顺便买了一下。而刚刚吃完面后，其实又不小心拿了碗泡面回来，这是前阵子流行的 Mokotame Nakamoto， 吃起来汤头大概中到小辣，其实算是相当温和好吃，很适合当作宵夜享用。回顾一下今天的行程，抵达机场后搭接驳巴士移动，在商店街前的冰库町下车，入住饭店后首先去吃晚餐，接着从高松竹港站开始巡礼，沿着中央通往南抵达商店街的入口，进入商店街后三分来到中央广场，逛完商店街后在神社休息，接着回饭店。